好不好？等等等，顺产量生。贸易吗？大家笑一点，不要憋着嘴啊，稍微笑了一点啊。你们在未来人生路上，通过音乐加强你们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建设，通过音乐可以笑看整个世界。是我们不仅是想教他音乐本身的音乐课而已，而是想教给他们一个未来面对人生的一种方式，更豁达的去面对未来的人生，希望他们怀揣梦想地往前走。